脸呢？眼睛脸。脸啊，我老。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吧？应该是脸先吧。样子哦。腿吧。腿呀、啊。啊。看一个女生，看一个女生单，我们先看脸哦。脸吧。看哦，如果是前面的话就看脸蛋哦，后面的话就看身材哦。气质、样貌，还有头发。看他头发或眼睛吧。看一个女生啊，眼睛哦，看她眼睛有没有看我，没有看我，再看她胸部喽。哈哈，就是这样了。会打马赛克了吗？可以打马赛克吗？马赛克啊，都一样重要。硬硬选择一个啊，对我来说应该是脸吧。就脸蛋好看，你菲菲也是 OK 啦 ，OK 啦 ，OK 啦。脸蛋重要。要说的话，应该是脸蛋比较重要。脸啊，比较重要，当然是脸蛋呐、啊。因为很多女生都是身材很美，但是脸蛋就不是很好看了。最好是冰油哦，如果不能冰油的话，就脸蛋哦。我觉得。单头身材都很重要哎。如果叫你硬硬选一个，可能会选脸蛋哦。脸蛋哦，我觉得两个都重要，不过脸比较重要。身材比较重要。身材比较重要，为什么你会觉得身材比较重要？因为人家都是看身材先，多数。二吧。你会选择二啊？你会选择脸蛋比较漂亮的身材？为什么你会觉得脸蛋比较重要？因为我觉得身材是可以改变的嘛，但是脸蛋可能比较改变起来比较困难。为什么你会觉得脸蛋比较重要？因为我喜欢的类型是比较好看，脸蛋感觉嘛，你看一个人的看感觉先。因为如果是没有看到他真人的话，你第一个看的都是他的脸蛋嘛，这样哦。一个印象啊，啊，因为如果是他的身材好的话，可是他的脸你看了，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比较不 OK？ 可是如果他一看起来，哎，顺眼 ，OK， 这样 OK 了。因为像没有身材，你没有脸也是没有用啊。身材他穿衣服看到吗？为什么你觉得脸比较重要？要看他的脸是谦虚还是气质嘛，是不是？如果只有这两个条件的话，我觉得还是从脸蛋入手比较好。你选脸的一，你选的不要了。为什么？如果样子好看不过肥一点，这样还 OK 啦。如果很肥那种又不能。你会选择哪一个？要作为你的女朋友？作为女朋友。脸挂，脸挂。脸啊，因为身材可以瘦下来哦。我选择脸蛋美的瓜，不一定肥的人就不好啊。硬选一个，脸蛋吧。我不知道。就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有。应该是脸蛋好，身材不好。还好啦，身材还好啦 ，OK 啦 ，OK 啦。那你觉得我漂亮吗？还好哦。我想请问现在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没有女朋友。那你觉得我美吗？不错些。哦，那我可以跟你要电话号码吗？我比你小。没有啊。没有啊。那你觉得我漂亮吗？挺漂亮啊。那我可以要你电话号码吗？手机号码？可以啊。有啊，你的女朋友是属于脸蛋好还是身材好啊？算是两个都没有。没有啦，不好沾吧。那么我问这个问题啊，你觉得我漂亮吗 ？OK 啊。那么我可以跟你要电话号码吗？可以啊。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这样我现在问最后一个问题哦，你觉得我漂亮吗？可以啊。那我可以跟你要电话号码吗？
啊，可以啊。好像有，哦，现在有啊。啊，我女朋友啊，脸蛋不错，身材也不会很好啊。你觉得你们，你不错，脸蛋很好看的。我可以跟你聊天吗？当然可以，没有问题。那么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那么你觉得我美吗？OK 咯。我可以跟你要电话号码吗？我要电话号码。可以啊。没有。没。可以，你呀，啊，OK 咯，至少看了不会讹咯。那我可以跟你要电话号码。可以啊。现在有没有？没有。那你觉得我会吗？你还好。点击这里可以观看女生被访问的影片。如果你是在 Facebook 观看这现在这部影片的话，你可以到 YouTube 搜索 Cody Home TV 就可以找到我更多的影片。在看 YouTube 的朋友，如果你是刚刚才开始发现我的 YouTube 频道的，不要忘记点击这里这个 Subscribe button 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追踪我接下来更多的影片。如果你们喜欢这类型的影片的话，也记得在下面的 comment section 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